托莱多位于新卡斯蒂利亚的中心地带，是西班牙拉曼恰自治区首府和托莱多省会，距马德里以南约70公里。托莱多古城是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几种文明荟萃之地，因此被誉为三文化之城。太阳门是托莱多的一个中世纪城门，由医院骑士团建于14世纪晚期。门拱上的徽章描绘托莱多的主保圣人西哥特人 Ildefonsus。 城门的名称来自曾经画在徽章两侧的太阳和月亮。托莱多圣母主教座堂 Toledo Cathedral 是西班牙三座13世纪哥德式主教座堂之一，被认为是西班牙哥德式风格的杰作。正门由三道精致的大门组成，分别为地狱之门、赦罪之门及审判之门。萨格拉门 Puerta de Visigothic 是托莱多城的正门，建于16世纪中叶，门上刻有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王徽。前后门之间为兵器院，院内竖有卡洛斯一世塑像，墙上刻有西班牙文学大师塞万提斯给托莱多城的题词：西班牙之荣耀，西班牙城市之光，